今天为你介绍一种奇形怪状 pig， 它是用一片把它折叠一下，折叠的用途有三个。第一个，把这个折叠可以把这个软的胶片加强；第二，上面可以加贴水钻啊、签名啊、相片啊。第三，因为它中间是凹下去，后面我们手指摆在上面，它正好左右不至于摇动，弹的时候比较不会移动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今天我们用一个笔来弹弹看，好不好弹？其实一样的，我们把它当成哈瓦伊给它的弹法。好用的哦。